你这就好玩，输了就说不想玩了。全新体验献祭流马洛斯，全新体验马洛斯黄金镇魂曲。哎呦，好险！我四魂爪吸了那一口，请求集合，好重要。请求集合。这飞来飞去。OK。好累好累啊，马洛斯走路好累哦。Nope。 我刚才在想说，我的这个副使都还没有用过呢。 OK， 用了。好，就这样，算你狠。我怎么要去帮，然后那一路就要死？到底想怎样啊？我是柯南呢、欸。曼塔也是赢的、啊，但是到底想怎样？我每次飞到哪我就死到哪。然后我不在的时候，对我妈都打超准。谢谢他们，我不需要他们来帮你。啊，我好像龙源，我快不想玩这局了。怎么又拉维尔啦？我不要玩这只了啦！我要生气了！我玩这只怎么觉得好像什么恶灵哦？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自己玩到心态疯掉了。所以不想玩马洛斯吗？我一开始玩，我后面都不玩马洛斯。我只是纯粹觉得，哎，对面有迪亚克呀，这样大家都拿马洛斯，我玩看好了。超久没玩，大概八辈子。哎呀，好了啦，你那个拉尾真的是怎样啊？不是啊，你要这样死，你刚刚那样做一下，把红 buff 给我嘛，讨厌。应该是最后一下子弹飞到他身上，大家等的每次都太好放了。好了，不要教我啦，我现在已经觉得很焦虑了，觉得超烦哎、欸，为什么要选个马洛斯来折磨自己？走开。打我，他妈这样还没有复活，我的妈！走开了，不要再来了啦！哎呦，哎、欸，我刚刚有按吗？有，我刚刚按过了。你想说快要十二分钟了？我洛伊巴说好了，七秒抽到一只，我就已经开心多了。你看我们家的孩子。我们家的孩子没有我的时候表现都特好，我在场上晃的时候他们烦的，我觉得好像那不太行。没事没事，我这个反指标，我赶快去送头啊！我去走到人家珠宝前面，我们等一下他们就拿到珠宝了。我不要当主角，我累了。
你看我不要干嘛，我跟你说这一把我就是不要干嘛，这一把我完全不要干嘛，我就待在中路。我跟你说这一把我真的不要干嘛了，我已经放弃了。我觉得我干嘛反而我们没办法顺风。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奇怪哦？真的奇怪哦。好，放了一个帅气的图，赶快走，赶快走滚！我跟你说，我只是觉得我好久没放大了，好想放一下。不要干嘛，我们真的不要干嘛，我们真的，对，我们不要死就好了。应该不是我吃吧？哦，还好。走开哦！不要来哦！赶快吃凯啦！我也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我来了，还在冷却中。没事没事，小意思小意思。正在路上，筑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赶快吃掉，赶快吃掉！哦，拿到，拿到，拿到了 ！OK，OK，OK，、OK, OK, OK, 又挡了一波。你看，你死一死，这种就把我杀爆。对啊，我们打出了一波 S 哎、欸！哇！原来马奥斯这样子玩的、啊。第一次知道马奥斯居然是这样玩的、欸，是地狱卤蛇，好好玩哦！居然可以躺着哎，哎，终结，唯有胜利证明，谁才是战场的统治者。哎呦，好舒服！我们做事了，我们做，我做第一次感觉到团队的配合。大招还在冷却中。好大哦！劝你们是真的都不要卡里面哦。正义凯撒，原来马龙是这样玩的。正义凯撒，献祭流，牺牲你一个换成，对呀、啊，马龙是这样玩哎、欸。好好玩哦！我跟你说啊，我在这边抢这个红 buff， 他们等下就会觉得为什么在这边抢红 buff？ 看你队友几排狼哦，我的，出王者好了，等下再出涅槃。哎，都已经走过来草丛了才吸，笑死！没事没事没事，呜呜呜呜呜！我快来带一下兵，赶快走！没事没事，我还在我还在，你看他们还在追我，你看，打过。集合啊，兄弟们！哎呀！哎呀，我们站起来了，我们站，哇！有没有漂亮？又学了啊，又带你们学了一个。马路是好好玩哦，突然觉得好好玩。大家好不好？满装的马洛斯还是想想不错。哇，第三名哎、欸，我有第三名，也不看你们后面的人是不是在混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要来检讨一下后面的人了。后面是谁？潘英跟汉雅，对不对？警告注意，哎、欸，那个汉雅死了八次、欸，死的比我还多哎、欸。哎呀，你这样不行哦。虽然说输出打的是不错啦，
想到我们还是可以压个第三名嘛。你这就好玩，输了就说不想玩了。全新体验献祭流马洛斯，全新体验马洛斯黄金镇魂曲。哎、欸，我们后面有点用好不好？我就在等打塔，不是我的队友都不压塔，因为压塔我就可以放大，然后就可以做很多事情。再一把是不是？先不要，对面有迪亚克，我们再选。